没有设施，我怎么给你抢救？那你什么都没干，在这说就抢救就。那里边还一堆病人还没看呢，我这不提前出来给你看吗？给你说一下吗？我这看不过来了，治不过来了，好吧？你换个医院，同仁医院、主任医院都看一眼，这儿不行了，啊，满了，没地儿了，这爆满了，这都上哪来了？这些，好不好？啊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也是这样，我要是排队我也要等6到8个钟，你挂错号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已经让你改号了，大家都在等，老人小孩子全部都在等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等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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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呀，咋那么回事？主任，这是昨天晚上死亡的，到现在还没有拉走的。这个里边是3个，这个走廊里边是4个。1、2、3、4。这一下堆了4个，看这4个家伙，这儿也有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、11个、12个、13个、14个、15个、16个、17个、18个、19个，我操，外边放了19个。我改摩托了。